嘿、hey, 大家好，欢迎来到兔哥的决斗城堡。这次要介绍的是阎王牌组，他们的王牌怪兽不死鸟可以频繁地穿梭于场上和墓地之间，并且在这个过程中破坏场上的怪兽，以此来消耗对方的牌组资源。今天就来介绍这副擅长持久战的牌组吧。首先是这副牌组的优点，刚才有提到他们有着非常夸张的续战力，操作得当可以多次特殊召唤墓地的怪兽。另外，这副牌组本身系统并不大，可以配置许多泛用卡，像是众人皆知的雅图姆守坑海，以及大量的强力后台。接着是这副牌组的缺点，它相当害怕非破坏手段，尤其是因果切断，时机抓得好的话，三只不死鸟可能都会被除外。另外就是对墓地进行压制，这是许多牌组的共同缺点了，我就不再多做说明了。接着是牌组构成的环节，以下是这副牌组必要的卡牌，我们来为他们做单卡介绍吧。首先是让阎王牌组实力大增的关键卡阎王兽象头神，它的效果一除了能够干扰对方之外，也能控制不死鸟要不要炸场，更能够顺便堆墓。它的效果二只要本身没被除外，就能从墓地跳出其他怪兽，阻碍对方的攻势，且仅在场上效果无效，被笑破后还是能发动其他效果。这边举一些应用方面的例子，如果你是特殊召唤墓地的不死鸟，那么在下一个准备阶段它就可以再跳出来炸场，如果是特召巴龙出来的话，下个准备阶段就可以检索阎王卡牌。接着是阎王兽巴龙，它前半部分的效果是非常不错的特召效果，在不死鸟炸完场之后可以紧接着特召上场，后半部分则是非常实用的检索效果，不论是用不死鸟炸场还是象头神的效果，甚至是对方卡牌的效果，都能轻松发动这个效果。再来是这副牌组的王牌怪兽阎王神兽加罗罗不死鸟，它第一部分的效果是非常可怕的特召兼卡牌破坏，让对方必须选择使用除外或是弹回手牌的方式来处理，而且卡牌破坏效果非常惊人，经常配合控制牌持续消耗对方资源。后半部分的效果，它即使被战破了还是有办法跳出其他怪兽，多数情况都会跳出象头神，如果对方选择继续追打的话，象头神的效果就可以再次复活不死鸟。接着是这副牌组的专属场地卡阎王的孤岛，它的效果一是很优秀的检索效果，比较优质的情况是代价丢巴龙或是不死鸟，然后检索象头神，效果二则是跳出不死鸟的其中一种手段，不过后续要怎么送墓就要自己想办法了。最后是这张阎王集袭，它是最常被命运抽牌抽出来的逆转卡，从效果来说和象头神的效果二有点像，理论上都是跳不死鸟，参与完攻击之后下墓地，下个回合再上来炸场。接着是选搭卡牌的环节，第一部分要讲强力后台，首先是强力后台的部分，月之书我想就不用再多解释了，闪电漩涡可以当作一张逆转卡来作为命运抽牌的其中一个选择，以及这张炎舞天机，从效果上来说它应该会是兽战士族的通用检索卡，在未来的新版月光和妖仙兽的介绍中应该也会看到它的身影，其余也可以选择那些常见的泛用陷阱。再来是守坑海，这部分我想我也不用再多做说明了，大家应该在实战中遇到阎王都很讨厌他们。最后是混搭召唤师系统以及阎王的其他卡牌，火召毕竟是一张攻击能力非常强大的怪兽，牌型合适的话当然就要混搭一下咯。另外还有下面那张小不死鸟，它可以让阎王牌组更耐打，以及阎王阎环，它可以做到像是假面变身那样的换怪继续追打的效果。有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组出这样的牌组，我的组法和放满30张的那种类型有着很明显的差异，我用30张版本在打实战的时候经常遇到卡手的状况，个人觉得那样的配置太不稳定了，所以就调整成这个样子了。想玩30张的朋友们可以把狡猾陷坑拿掉，然后把剩下的空间塞满陷阱卡即可。
接着是核心卡牌的入手管道，各位可以看一下。然后是推荐技能的部分，最推荐以及本次会使用的是命运抽牌、阎王牌组以及命抽，还有手坑，可说是完美的铁三角。以下是我的想法，各位可以看一下。接着是魔导招来，在配置召唤师系统时，可以用这个技能来100%抽到阿来。最后是这副牌组的常见打法，像头神定场以及不死鸟持续炸场。老实说，打法也是要针对不同的牌型来进行微调，各位可以在实战中慢慢找出最佳的打法。首先发动阎王的孤岛，并使用效果一来检索阎王兽像头神，接着通常召唤像头神，然后盖下强力后台结束这回合。这边可以留意一下，如果你的牌运很差的话，也可以直接空过，让手坑来进行防守，并在防守的过程中达成命运抽牌的条件，接着于对方回合让阎王兽像头神的效果一来干扰对方的关键怪兽效果，代价可以丢不死鸟，这样一来即使像头神被破坏，还能再使用像头神的效果二跳不死鸟上来阻挡对方攻势。在撑过对方的攻势后，于准备阶段不死鸟就会从墓地特殊召唤上场，这边可以依据对方阵型的难解程度来选择炸或是不炸。后续打法则可以选择反复消耗和强势进攻这两种做法。反复消耗就是配合后台以及手坑来阻断对方的攻势还有运作，然后用不死鸟的炸场效果把对方耗到没资源。强势进攻则是积极的让怪兽发动攻击，除了不死鸟直接打过去之外，也可以命抽阿来做出火招来参与进攻。最后来看一些实战画面吧。
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们，欢迎订阅、按赞，并且按下小铃铛，这样就可以收到最新的上片通知哦。